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菲老师，又到了我们回家功课的单元。不想教了，你很想学吗？好啦，教你一下啦，真的是受不了你。我们今天叫50元的槟榔，50元的槟榔。这首歌非常非常简单，也非常非常好唱。你只要会歌词，看起来顺顺的，全部念出来就会唱了。那跳舞的部分呢，也只有一大段、一整段，然后后面重复一次就可以了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来，我们练习一下这首歌的副歌，两只手往前甩一下，往斜上甩一下，前 and 上，然后肩膀右左，好，你用左肩哦，左肩往右边，带过去，右肩往左边，左边。我说的右边左边是你的重心，重心右，重心左，副歌就这样而已，它只是分成右左跟左右的差别。所以我的拍子会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只有右左跟左右的差别，这就是副歌。主歌开始第一段的动作，踩右脚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三下甩。那这边的拍子稍微快一点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的时候甩下去，所以是小小大这个感觉，嘟嘟哒，嘟嘟哒，小小大。再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整首歌你要做的非常有气势。要凶狠一点。主歌的第二动作，前点，右脚左脚，右脚两下，我看得到，右脚左脚右脚下去两下，换边，左脚右脚左脚两下，比如往下带的感觉，加上手，右脚左脚右左手在空中甩两圈，换边，左脚右脚右手在空中甩两圈。这是主歌的第二个动作，接下来主歌的第三组动作，右推左推上上上三下，好，换边，左推右推上上上，都一样，就这样。好，这首歌教完了。好，这边完了之后就是副歌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好，完全一模一样样。那差别在于说，进阶版本我要你加上脚步的感觉。我们刚刚的动作呢，你可以都不动脚，动大 boom boom ba 都是原地。这 level one 可以的话，我要你加一点脚，甩的时候，啪，两只脚打开，脚跟往外，一 n 二 n， 一 n 二 n。转的时候，两只脚往右边推，脚跟往右边推，膝盖往左边，回来，开合，不用整个夹起来，只要小小打开，小小的合起来就行了。所以一 n 二 n， 右左嘛，所以踩右脚，右左，再一次，二 n 二 n， 左右，一次右左，一次左右。都这样，所以将手就会是一 n 二 n 三四五 n 六 n 七八，一模一样，四个八拍重复就结束了，这首歌没了，就这样子，够简单吧？你准备好了吗？用力的跳起来吧！